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平安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又一起聚集在这里，让我们以喜乐的心一起赞美他，让我们全心全意、全人全力来赞美我们的上帝。
我们的肉体要成为你圣洁的殿，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将所有的重担都交托给你，求你来聆听我们的呼求。主，我们同心在你面前。主，我们同心在你面前，你祷告寻求里面，我们传你所有的恶行，定定淡淡跟随你。我们要回转向
望。